背包的底部有这个。背包底部有这个防滑防刮的底，那这个背包底部有这个防滑防刮的底垫设计，就是你放在地板上啊，或者是比较粗糙的地面，你不会把这个布料一直磨损，你至少有这个脚垫可以让你，就是让这个背包寿命再长久一点点。那我还蛮喜欢 Gaston Luga，那我还蛮喜欢他们的设计。那我还蛮喜欢 Gaston Luga 他们的设计，就是他们有延续他们的那很棒的是他们有延续他们的。那很棒的是。那他们还有延续他们之前的设计，就是像是这个背带啊。如果你正常的背包，你这个背带这个调整松紧，这个背带是不是就会这样子甩来甩去，很呆，很麻烦？那我觉得 Gaston Luga 他们有延续他们的一些细节的部分。那我觉得很棒的是，就是 Gaston Luga 他们有延续很多他们就是一些细节的部分，像是这些背带啊。就是你平常的袋子，它是不是就会这样甩来甩去，很麻烦，或者是这样子，看起来很呆呆的。